景区的最佳拍照点。来来来，大家慢点啊，慢点慢点，不着急啊。掌声送给我们四位选手登台亮相。首先登台的是我们的一号东邪，东邪是我们擂台上的模范，曾多次获得我们擂台上的冠军。接下来又是我们的二号西卢，西卢是我们擂台上的一级杀手。接下来又是我们的三号蓝帝，蓝帝是我们擂台上的常胜将军。最后压轴出场的就是我们四号北干，北干是我们擂台上武功最好的一位洪七公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从四大高手当中选出哪一位？来，准备了，你干啊，跑跑，一只嫂子，来打打，停脚，四号，四号掉下擂台，两次，哇！恭喜我们的三号进入我们的总决赛，相信大家节目没有看够，照片没看够，这样可以了。没有的话呢，开始了，高手对高手，来打，有，哦，三号，三号掉下擂台，一次，二号领先一局，一比一，一比一，好嘞，二号，二号掉下擂台两次，恭喜我们今天的三号，三号就是我们今天的厉害。走。